求你发出你的光，甲你的真实，予伊带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会幕。我想要到上帝的祭坛，到我欢喜的上帝遐。上帝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搬琴来俄罗斯。我的心啊，你声势不足，声势伫我内面着急。你着仰望上帝，因为我要去俄罗斯。伊是我的面的阳光，也是我的上帝。请起立来读了解。在圣诗的头前，圣诗的第十一页十了解。上帝十了解，第一解，我以外你唔通有别的上帝。第二解，唔通为着爱伊了解我所。Thank you.
咱三个拜个多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。虽然大军占领包围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。求你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遇到患难的时，伊会把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把我放伫石板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求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。上主啊，我来调见你。求你唔通受气，赶你的路过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父母若弃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支持我应该行的路。照彼得的心愿，教我交予因。我深信一项事。